火从厂房不断冒出，伴随浓密黑烟直窜天际。这起火警发生在苗栗头份十九号上午九点多，华夏海湾塑胶工厂初判疑似是厂内塑胶机台起火，接着不到十分钟就迅速让整座厂房陷入火海。加上厂房内还有易燃物品，导致大火烧得更旺。我们有出动那个无人机具，我们的那个水带炮塔车有延伸到内部，因为内部目前已经有塌陷的状况，所以我们同仁。 为了同仁的安全，我们就是外部防护，他内部由机器人的部分做内部的攻击涉水。一旁就是加油站，防止工厂燃烧面积继续扩大。消防人员赶紧用强力水柱朝着起火的厂房喷洒，所幸没有人员受困，详细起火原因还要待火调人员厘清才能得知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